你们敢信吗？这全是我家猫用的碗。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怀特的餐具。第一款是一个分隔盘，它的好处就是干湿凉分区，可以在配营养餐时使用。第二款是一个双耳盘，这个盘子的使用率也很高，粉粉嫩嫩的，简约好看。第三款是一个北极熊盘，呆萌呆萌的，适合摆盘丰富的时候使用。第四款是一个爆款胡萝卜碗，相信很多宝宝应该都有同款，很早之前买的了，放饮品的时候用。第五款是一个中式高脚点心盘，很精致，适合吃小零食的时候用。第六款是一个焗饭盘，上面放牛排羊排之类的，会显得很有食欲。第七款是一个猫咪盘，因为它这个边缘太宽了，怀特不太吃得到里边的东西，所以很少用它。第八款是一个小熊碗，也是由于边边太宽了，怀特不太好采食，用的比较少，不过颜值方面真的没话说。好啦，差不多介绍完了，现在我们把它们都收起来吧。